全民制作人好，我叫陈Minghao。然后之前我一直没有碰到什么难的事情，但是真的进来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原来舞蹈是这么难学的。我之前不知道我是有点肢体残障，但是全民制作人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，好好学跳舞。我就给大家唱一下这个节目的主题曲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